Thank you.
哦，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哦，下一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哦，是由中华台北的火云邪神张荣麟哦出战我们中国的好手傅剑波哦，下一场比赛相当的精彩哦，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哦，我也会为大家带来解说。哇，菲律宾选手这个台球效果非常好诶。好，这颗球。所以刚刚菲律宾选手叫了暂停还是有用的哦。高杆一库起来。好，四号走五号哦，小心一点了，注意一下六号，闪过六号就好了哦。打一个低杆，稍微加一点力量哦，多拉一点没关系。哦，他是用一个刹车的杆法哦，是用刹车的杆法，一路弹起来。对，下一场比赛哦，下一场比赛，张荣麟对傅剑波哦，张荣麟对傅剑波，非常精彩哦。好，这个球哇，刹车有一点没刹好，但角度还不错，角度还不错啊。高杆打进之后，这个球危险哦。哦，还好还好哦。好，擦一下母球哦。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了哦，后面非常的紧张哦。我预测一下，他们两个是真的不好预测哎。一般打进也就是抢三了哦，抢三了。正常来说，哦，一般开球的底球非常重要哦。刚刚底球开赛前的底球哦，是陈文华获胜哦，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，陈文华会多开一盘哦，会多开一盘。